真的有这句话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，大家认同这个说法吗？楠楠，你喜欢跟女孩一起上台表演吗？我上台表演通常还是比较习惯就同性，因为会有顾虑，会觉得说因为你很绅士，对，会觉得说女生不适合。谁说不适合？我们女性也很适合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在说什么？我有个就是不知道职业病嘛，就我一跟女艺人在台上唱歌，我必忘词，我整个紧张的不行。原来你也是这么不专业的楠楠。对，就是我一跟女生一起上台，我就你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紧张还是不专心？还是就不知道舞台该怎么呈现了，就觉得有些就是一直中间有个隔阂，一直不敢过去。对，怎么我们女性让你感到很恐惧？没有。你看毛毛就特别适合跟，适合吗？也不太适合，也不太适合。你是最好是自己一个人演，对吧？对，跟别人在一起都不适合。